历练感被烧掉。No， 不过我怕不合夫妻的口味，所以那是什么口味？哦，最近还有一个漫画，我到后面就没追。有几个漫画我后面没追，一个是《达尔文游戏》。如果啊，我不要爆雷好了。反正他到后面有一个类似团，还是不要爆雷好。一定有很多人是只看动画不看漫画的。反正他后面我就没有追了。我没有追的原因不是不好看，是没时间看。然后一开始没时间看一两集之后，后面完全都没时间看了。那再来就是，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原因哦。达尔文游戏是兔子一开始推给我看的，因为我那阵子很喜欢看推理类的，喜欢烧脑，所以我有看那个端脑，然后又看那个很多啦。还有一个是叫什么？骰子，那个是赖上面的一个连载，可他第二季之后就没看。第二季我不知道演什么，就没看了。魔导少年，无尽锁链都没看哎、欸。我讲一下好了，那个三年前的一些，我有一阵子的类似那种空窗期，完全都不追动漫，因为那阵子我好像都在低潮期很久，所以很多番啊那些我都没看了。哦，你有看骰子哦，对不对？骰子后面我一开始觉得他的那个设定就觉得哦好棒哦，可以决定自己改变什么的，可是后面真的麻痹了。反正有看什么虚构推理？什么叫虚构推理？什么叫虚构推理？请解释一下。我铺半砖铺多久吗？这边吗？两三个小时吧。然后这个的话是原本就有。这个我没算呢，这个是一开始是边看边挖边补的，然后这个是我那个什么前天本来是要补这个开台补这个，可是我前天就是开台弄不好，我就很不爽很崩溃，所以其实这三个平台加起来不到五小时吧，你就喝个抗火药水，然后就可以开心一路补，然后补一补回去拿建材这样子。比较麻烦是下面这一块啊，下面这一块是，下面这一块是我先挖，就是把柱子挖掉一个空心，然后开始这样补，不然倒岩浆下去慢慢补，我又觉得烧太久，画面又很丑。反正是想说倒岩浆下去，用那种水流方法补空岛的。我看你附近地狱砖上有哦靠，你是说这个吗？我以为你是说这个平台嘞。这些，我好像只补了两个下午吧，对吧，观众？好像就是两个下午的时间，然后补完的，我全程都开台补啊。我那时候也觉得我很屌欸，我竟然有办法一个人补完这些，因为之前我都是使唤别人去补的。然后这边应该也要去再真的要再去找时间补了，不然怪会生在上面。那边有两只、六只、四只，那边有三只，在这里，两只在这里。这边也要去补，然后那边有三只，
好有毅力。没办法、啊，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要拼命找事情做，不能，不然开台要干嘛？唱歌哦，对吧？你们不要说好啊，那个是要边玩游戏边唱歌啊，我还是要找游戏玩啊。你说今天是挂生怪塔挂物资，那我唱歌 OK， 但是不可能，我不会唱歌，哈哈，不行啦，我觉得没有我那种环境音，我就唱歌就很难听。隐忧影的出现，就隐忧影，你喝抗火药水没用啊，就被炸啊。妈，你躲剑石真的，我的身体都会扭，气死！我就不信你们不会，不要说谎哦，你们一定会跟着我一起扭，有没有？在躲剑石的时候。咻，卡丁车转弯身体就跟着扭，对啊，而且跟你讲 ，Steam 上面有要出卡丁车的哦，卡丁车的游戏，我已经先加愿望清单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而已。然后那时候应该会叫 Amigo 来玩那个，那应该是免费游戏的啦，就里面会有付费道具，免费游戏这样。哎、欸，好衰哦，打不到头哎、欸。其实我觉得我有办法一个人生存玩到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看地狱弄成这样子，我真的每次回来玩我都想说干要用地狱吗？所以现在台主还有在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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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看，那时候骰子也是应该念骰子啊，可是讲骰子应该没啥人听得懂，我就讲骰子，那时候骰子是刚好无意间看到，就说什么你想改变你自己的人生吗？什么之类的啊。那时候我又真的觉得对人生抱着很惨、很惨、很惨的想法，然后就点开来看了。看那边生怪了，都聚在那边，咻，咻。看得到我，骗人！哎、欸，对耶，那边没捕到哎，所以我们要去那两边捕，这边。这边几只怪啊？二十几只怪，哇！跑掉，跑掉，跑掉！先跑，先跑，先跑！只限前面好看，对啊，前面的那种打斗、悬疑那种好看。对吼，掉落物也算呢。哦，对耶，我忘了掉落物也是算在那个里面。悬疑番吗？
悬疑番什么类似推理剧的吗？我会喜欢看啊，我很喜欢动脑，就是脑袋不脑袋就只有在推理东西的时候好用啊，平时记东西就算了啦。平时记东西你们知道我脑袋就不好啊。哎、欸，你好咯，你再炸下去我要重新补了哦。我觉得这些都是烈焰神打我的时候飞出去的火、欸。本推蜜蜂大大的泛滥，剧情超复杂，但了解以后超精彩。小雨吗？干什么？真的，繁星平时玩游戏很有想法，很喜欢繁星那种个性。我有个想法系列。啊？我在想，真的繁星平时玩游戏很有想法，我很喜欢繁星那个，我很有想法系列。我怎么有个想法系列？那个？你是说我精华你，然后标题是打我有个想法这个吗？我后来发觉不让猪人愤怒的方法就是用指令杀人固定的猪人。没有哎、欸，不让猪人生气的方法就是你吃个你喝个力量药水，然后跳砍一次暴击，他就不会生气啦，对吧？对吧？哎哎哎！我有个梦想就是圈圈圈圈圈啊！我讲过这种话吗？我说哎、欸，我有个想法，主要那些想法都是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说，像昨天王国之战嘛，不，昨天的歼灭二啊。那个小地图，我光是看那小地图，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挖不了矿吧？然后就想说，就直接冲了啊，冲就对了啊。所以昨天我就一直想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才会问说，哎、欸，你们好了吗？好了吗？要不要冲？要不要冲？像，昨天有谁啊？我巧克力 Bobo 洋洋，还一位是谁啊？还一个是谁？五个人啊！巧克力，我 Bobo 洋洋，还一个是谁？你们记得吗？昨天的，昨天有看台的，你们记得吗？哦，本机对，本机就会冲嘛，啊，只是他就不爱穿装备，也是跟我一样，跟我一样啦，啊，我每次玩都也不穿装备的那种啊，啊，只是说你真的要冲的话，你就是多挨一下，可以多挖一下那样子，我就会穿。那因为昨天 Bobo 也比较不太熟 PVP 啊，然后昨天你们有看到就是。我说本机头上，本机头上，然后他好像就没看到头上，哈基在放 TNT， 对，我就很担心，怎么办？要冲也不对，不冲也不对，所以我才会一直说有谁要冲，有谁要冲。而且我那天的想法真的是，就是我不会，很早以前玩那个魔兽信长啊。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把法师当战士玩啊，或战士当法师玩那种玩法，就是不会局限说一个玩法这样子，不会说召唤师你就是召唤师，然后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昨天玩结界师的想法就是说我可以放加速，然后我可以就是他们快碰到我的时候直接放加速，就省了那个吗？省了那个爆冲护石。爆冲时，然后就可以直接往前冲，虽然速度比较偏慢一点，可是就是
会比他们还早进他们家里面。那一进去之后就可以多挖两下这样子啊，因为在核心附近不能放那个嘛，他们有说。所以我昨天的想法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两场都玩召唤，那爸爸结界师就是这样子玩。而且昨天我真的是在想，那个骑士可以拿去冲进别人家里面。你看、喔，你竟然在马上有力量二啊！我本来昨天也想玩骑士看看的，因为骑士有力量二，啊，再加上。就是你可以提早去别人家里面，就冲进去瞎砍一通吗？啊，你掉下马就变废物嘛，打不赢了，那你就挖矿啊。下次吧，下次我就玩骑士看看，就一直冲进去，然后挖，冲进去挖这样子。每次，对他打我有反甲。弓都快坏了啦！今天下午聊天台聊得有点，还没有凋零骷髅头。我剪片的时候是有敲到一颗啦，不然昨天好像才五颗吧。今天就是边剪片想说啊，休息一下，开一下，上来劈一下，劈个几只就掉了。老居午安，鱼轩鱼安安。昨天你们会赢应该都是靠僵尸吧？我觉得就是啊，因为昨天其实就是另外一队的战力都很强啊，都是平时有在玩的、啊，所以战力还不错。如果他们今天不是两个矿工的话，就我们应该就真的一面倒啊。他们是有两个矿工，反正因为发亮看得到啊，然后团团的捣乱又真的很强啊，真的狂到岩浆。而且我昨天是皱眉头一直在玩，因为有两个刺客，哎、欸，杰瑞是刺客嘛，啊，就我就是皱着眉头在看那个粒子效果或者什么的，因为他那个刺客的隐形效果没有粒子效果，所以我就在很努力在看那个脚印的那个粒子效果。有了，好了，换游戏。还好刚刚没有什么啊，如果打到啊，我就干嘛？怕，唔敢讲，不敢说。好啦，我们回去放一放，补一下鱼，我们就休息换游戏。啊，又有凋零骷髅。好啦，如果这个打到头的话呢，我就不换游戏了。
反正你们也看得懂这个游戏嘛。这样有蚊子，看来是靠边呐、靠边呐、唉，唉，不是啊，刚刚打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掉啊！你看，真的打一颗，下一颗就会就很好掉，不要冲下啊！不是哦，听我解释哦。没有，所以我在想说，你说怎么没有信心，说不会掉头。没有啊，刚刚砍了几只啊？我总共砍几只啊？统计生物。我没有凋零骷髅哎，在哪里？凋零骷髅杀了504只，就那四只。好，几分几秒？23分钟。好，24分钟。我打在我的 DC 群，24分钟。2+24。哎、欸，对、啊，我看一下哦、喔，1小时24分钟，1小时。一起。好。实况露脸事件，我说我那天有讲，我说没有啦，怎么可能？要露脸是不是啊？我就只剩这张，哎、欸，这张什么？感谢繁星的超级留言。算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幸好你只说不换游戏，不然你觉得我要讲什么？我想说露脸穿女仆装这种东西不可能啊。我当然是惩罚，也是要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啊！怎么可能是自己不喜欢，而且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什么之前露脸？我就说那个当下，我之后有说没有啦，开玩笑的，没有这东西。我有讲，我就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男人，怎样？怎样？懒得烧这个铁哦，这个铁放出来好了啦。放哪都不对，好强迫症啊，放这里啊。挖掉，算了，好丑。哎呀，不是啊。骨头，看一下哦、喔，烤个鱼，啊，我都没挂鱼，会不会鱼不够吃啊？这几天都没有挂钓鱼，有点儿担心。哦，重点是这个啦，爆了啦！这不用那么多，所以我们换隔壁。放这里，地狱的东西啊，青菜坑啊，反而缺火药哎、欸，啊那个生怪塔又不给我生怪，我
再立一个，达到叉叉叉，晚上就去吃藏寿司。不要，要排队。干脆拿两个木棒烧。哎、欸，等一下。哦，他在烧、哦，那来顺便烧一下，来，我忘记烧什么，烧玻璃是不是？啊，砍个木头。而且藏寿司我觉得真的没有到很好吃的、欸、我真的比较喜欢吃路边的寿司、欸、哦，最近想吃章鱼烧啦，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点开那个哦，我前几天在剪片的时候在听歌啊，然后看到隔壁有个推荐说什么日本什么第一什么蛋巧克力蛋糕什么鬼东西，点开来看之后，那分页有什么日本第一的什么章鱼烧啊什么的，然后还想想哦，对耶，我好久没吃章鱼烧了。然后想想说啊，干不对啊，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吃章鱼烧？章鱼烧一定都在我开台左右的时候才营业的啊。越听越催眠哦，那换一首啊。那我也没挂铁了，铁空啦，铁资源匮乏啦。对啊，完了，该不会不掉树苗了吧？5%机会不是吗？哦，有，另一个，来晚上来打夜妹。章鱼烧就吃日船的啦、啊，不是啊，日船是什么、啊？我查一下哦、喔。日船章鱼烧图片。哎、欸，这个淡水好像有哎、欸。老街那边有哎、欸，好像现在也有开、欸。哎呦，怎么天色变那么黑？我是不是要付个幸运啊？哎呦呦呦呦呦！再一个木头，我们这次砍的木头就回本啦。天好黑哦，我很怕。其实我很怕这种天气，哎，这种啊黑漆麻乌的，我很怕。我觉得心情很差。
啊，才一只哦。没给掉下去死掉哦。哇，亏。我吃。如果掉进去死掉，被岩浆烧掉，我一定生气哦。大吓死人哦！哎，很远呢，这样你看得到我。酿个速度药水，你要去哪里啊？来酿个速度药水，酿个速度速度。Come on.